行了，王经理，别忙活了，坐吧。您看一下这单子上的货，是送到你们公司的吧？这个好像是吧？什么好像是吧？到底是不是？是，你就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货主的情况。这我不大清楚啊。不清楚？都老主顾了。 也不知道吗？老主顾，二位说的我怎么不大明白啊？交易，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？别给我绕弯子，实话实说。哼，说。快。 险去抱住他的，你不但不感谢我，还对我这个样子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这是帮什么忙？你这是帮倒忙？你说你怎么突然间就出现在这儿了？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？你是不是被他派来的？你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我帮了你，还反咬我一口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哪儿来哪儿去，滚蛋滚蛋！哟，想跟我走啊？交货？啊，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来，从前面一直走啊，就看到警察局了。 程局长，或者他那儿啊，走吧，去吧。我不去。货是你们拿的，我就问你们要。这，你是不是耍无赖呀你？我就耍无赖了，怎么了？反正这批货要不回来，我阿爸也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就赖上你了，赖上你了，赖上你了，赖上你了。行了，赖上你了，赖上你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喂，哎，你干啥呀？警察打人呢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 放开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看了别看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来来来，我过来，我跟你说。走吧走吧。散了吧。喂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再跟着我。哎呀，没生气嘛。其实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，开个价吧。开什么价？你想提几成？说吧。你是不是以为天底下的警察都这样？我再告诉你一遍。 以后不要跟着我。走。喂，朱一硕，朱一硕，他生什么气啊？难道他嫌少啊？我们怎么办啊？哼，不管，我们就跟着他，赖上他啊！走。哎，玉哥，还跟着呢。 狗皮膏药甩不掉了。哼，我要真有8000块银元，我就真给他了。我看呀，是讹上你了。能讹上我朱一书的人，还没出生呢。哼，跳！跳！
行啊，马骑得不错呀。那是当然，论马术你可比不上我。哼，说你胖你就喘上了，你是不是打算就这么跟着我们啊？我就跟着你，怎么了？你们这可是公然行贿警察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不管，没事，哥就吓唬吓唬他们，瞧会儿吧。少爷，咱们还是走吧，他把枪都拿出来了。没事儿，他是警察也不能乱杀呀。这破枪关键时刻掉链子。怎么的，季巡长，这枪不好使啊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起来吧，少爷，哥，哥，少爷，躲开，少爷，哥，没事吧，少爷？你吓死我了，你！你都吓死我了，少爷，你好好的，你别吓我。你不骑马挺好的吗？哥，就他这样还骑马好呢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走吧。齐大少爷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还没吃早饭呢吧？叮当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来吧。哎，你不是吃过早饭了吗？嗨，再吃点呗。齐大少爷，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办你们家货的事儿，你就找错人了。你应该找他，哎，他是我们这儿县长的大公子，那是位高权重。哎，他说话比我好使。啊，哥，你这也太不仗义了吧你？哟，没想到季巡长是县太爷的公子啊。失敬失敬。你这件事情啊，我帮不了你，国法森严，你另请高明吧。等，拿着拿着拿着，咱们今天呢不聊这事儿，你别忘了啊，你还欠我一匹好马呢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咱们在集贤阁好好的聊聊这马这事儿。季巡长，你可别不去啊，你要是不去的话呢，我就亲自来这警所找你。叮当，走。各位，这次任务是我们雁门县和友县联手策划实施的一个绝密任务，县里非常重视，责任重大，
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你们都是县局的精英，我对你们抱有很大希望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真不错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小姐，打开。对了，这样。小姐，咱们这样到底行不行啊？我怎么这么紧张啊？心都快跳出来了。怎么不行啊？我们小叮当可是草原上的一枝花，这么稍微一打扮，多有女人味儿啊！我看了都喜欢。那个季东海会不喜欢？呀，小姐，万一他真动心了，要我，那怎么办啊？这看上你了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他老爸可是县太爷，你跟着他，总比跟着我好吧？哎，到时候他要是看上你了，我们家的事儿就拜托你了。小姐，我要跟着你。开玩笑的，他要是看上你了，我还不让呢。我要是离了小叮当，我可怎么活呢？是吧？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嗯，走了。就这么多？是，三爷说那个钱庄最近周转比较困难，先支给一千大洋，想知的话过几天再去。三爷呢？没回来。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我这个我。多年不见的世叔在这里面吗？不是，我已经见过了。见过了，我就知道来这儿堵你没错。你下趟山不逛窑子难受是吧？啊，走走走，跟我走。哎，都来了，你这快走吧。你不是二哥，走，快点。你说你呀，大哥就烦这个，你不知道啊？他为给嫂子报仇的事儿，心里不痛快，你还跑出来逛窑子。这不是给他添堵吗？二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松开松开。行了，这事儿大哥不知道，你别说老了。哎，行了。刀疤脸，对，就是他。你先盯着他，我回去报告朱巡官。明白。去。各位兄弟，眼前这个悬崖要比天王谷的小很多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。今天来这儿的目的，主要是让大家熟悉一下如何攀登。我先示范一下。看好了，先查一下。
小心，大哥。看到了吗？只有好好练才能爬得快，爬得好。还是那句话，这儿的悬崖跟天王谷后山的悬崖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，一定要小心，谁都不能偷懒啊！哥，抓紧练习，记住了吗？去吧。吁、哎，东海，小心啊！哎，你看好，好了。不错呀，哎，有劲。朱军官，刀疤脸出现了！什么？刀疤脸出现了！上马！是。这老孟太不仗义了，大哥一下山就不把咱们天王谷放在眼里了，连三爷都敢打。狗眼看人低，咱们得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三爷的厉害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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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不见了，又让这个王八蛋跑了。来，下马检查。是。不错，全是银土，全都给我带回去。走。是。这。三哥，你看那边有人，在那儿。带回山上。是是。各位兄弟，现在摆在眼前的有两个任务：一，抓刀疤脸；二，就是苦练攀崖。练习攀岩用的器具，我已经找人去做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抓紧点时间啊！我这边带人查过了，刀疤脸一点线索都没有。跟消失了一样。这个人很狡猾，找，继续找，去问问那些犯人，看看能不能提供点线索，我们一定要抓到他。是是是。认识这个刀疤脸吗？不认识。你们警察也有求人的时候啊。我确实没见过啊，长官。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我不记得道上有这么个刀疤脸，真不知道。说吧，这个人认识吗？看着眼熟，不过那个人脸上没这刀疤。
如果这个人脸上没有这道疤，你还认识他吗？没错，就是他，焦亮。接着说，这个人是个亡命徒。6年前，他喝醉了酒，跟人打架，把这县城里头一个恶霸唯一的儿子给打死了。他怕那个恶霸报复，就跑路了。听说后来被警察抓到，给枪毙了。哥，这老小子料得倒挺快啊，竹筒倒豆子全招了。他身上的那块骨头啊，比女人的还软呢。我打保票，跟独狼啊一路货。这老小子上有老下有小，他巴不得早点出去。这家伙贼着呢。我打保票，当年办这案子的肯定是咱们英明的程局长。行了，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呗，瞎嚷什么？我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，我听苏日格跟他的管家说，如果要跟焦爷做生意的话，那就一定不可以马虎。如果齐齐格说的那个焦爷就是焦亮的话，证明之前我们的判断全都是对的。玉面飞龙压的那批枪是给焦亮的，周传勇又杀了玉面飞龙灭口，程云轩又几次三番的出来阻挠我们办案，我们天天豁出命去干，为的就是保护大丰镇一方百姓的平安，可却没想到我们的程局长是最大的走私犯。每次我想到这一点，我的这个心心寒吧。我呀现在就想冲到县城里去把这个老王八蛋抓出来，狠狠地揍一顿，我都替他脸红。小声点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证据，只要找到证据一切都解决了。不过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如果惊动了程局长，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。现在的关键人物是焦亮，只要找到他，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。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抓到他。走。不光货丢了，人还消失了，真是饭桶。局长，我这就安排人去找焦亮，一定把他找回来。焦亮肯定是出事了，要不然他早就回来了。我现在担心的是按时交不了货，我们怎么办？上面问起来，我们可就麻烦了。局长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出事了，那批烟土在大丰镇给扣了，焦亮也消失了。程局长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县长，我也没想到啊。程局长，焦亮可是你的人，要是出了事，你是难逃其咎啊。程局长，你马上派人去查查焦亮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哎，对了，哎，看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走啊，站住！你过来，过来。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行了行，走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醒了。说好说好啊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是你。是你救了我，是我。你醒了就好，你都昏迷一整天了。这哪儿啊？天王谷。天王谷？难道这是曾石洛的老窝？对。
这不是我能待的地方。兄弟，救命之恩，容来日再报，我就不久留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养伤。大哥他下山了，洗手不干了。现在的天王谷是我跟二哥说了算，在这里没有人敢找你的麻烦，你就放心了，在这养伤吧。老板，有没有看到两个姑娘？这么高的个子，眼睛很大，白白的。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小兄弟啊，我问你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头发长长的、衣服像这样的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再到前面去问问吧，我没看见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徐鞠躬，徐鞠躬。我查清楚了，焦亮现在还没有落到朱一书手里。县长，这件事我也是有苦衷的。陈老板要的这批货数量太大了，而且我们又拿了人家的定金，这中间要是出了差错，我们前两批货我们都丢了，陈老板又催得这么急，如果不按时交货，我们怎么交差啊？你就想着交货，万一焦亮落到朱一书手里，他把焦亮的嘴再给撬开了，你想一想吧。雁门县的警察局长还有县长，走私枪支、烟土，哼，到那个时候，你我的脑袋都保不住了。干脆，朱一书老是坏我们的事，我把他做了，咱们一了百了。你说的倒轻巧，你知道朱一书他是什么来路吗？不就是一个学堂的警察吗？哎，省警署警务监督局局长刘启民，刘局长，那是什么人？你总该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那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啊。朱一书就是他的高足。当年朱一书在省里念书的时候，经常出入刘局长家，他们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深呢。你要是把朱一书给做了，那刘局长会答应吗？他可是省主席的得力干将，老警察了。你的那点把戏能糊弄得过去？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？我看要不这样，焦亮和霍的事你来想办法解决，至于朱一书，他现在没有精力去管焦亮的事。朱一书抓曾石洛的期限快到了，你再给他施加点压力，可以把他抓曾石洛的期限给他缩短。曾石洛那帮人可都是亡命徒，大丰镇警所缺人少枪，真要是跟曾石洛打起来，谁死还不一定呢。如果朱一书死了是因公殉职，即使死不了也会让他大伤元气，他哪还有精力管其他的事？而我们可以趁机拿下曾石洛这个新患，这可是一箭双雕啊。朱一书，我要跟你决斗。哎呦，哎哥，情敌来了。为什么要决斗？我要让齐俊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巴托鲁。如果你输了，以后不要缠着齐俊哥。反过来我也一样，我们都是男人，愿赌服输，行不行？打吧，打赢了齐俊哥就是你的了，有机会上啊。起什么哄啊？巴特。巴特，我不是不想跟你决斗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齐齐格真心喜欢的是你，你是他的未婚夫，你才是他心目当中的巴图鲁。不对，他喜欢……胡说什么呀，死木头！行了，你们别闹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你们回去吧。朱一书，你是不是不敢跟我决斗？我不是不敢跟你决斗，我是不想跟你决斗。
厄尔德大叔，把他们都带回去吧。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警所。等等，不许走！今天我要跟你打一场。阿特尔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跟我说，阿巴嘎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要跟你决斗。别闹了，朱医生，你们是要去办案吗？陈启明，到。说一下，公然袭警应该怎么判？啊，说。按民国律，袭警是不同程度，当判妨碍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，可判三年以下刑期或拘役、管制、罚金等。巴特尔屡次三番的来警所，公然挑衅，还带来了一帮帮凶，该怎么判？哎呀，这不是没伤着人吗？哎，过两天得了。哥，你这是公报私仇啊。陈启明说应该怎么判？抓。抓。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。不是，这怎么能算袭警呢？这个怎么不算啊？你们这都来第二次了，想来就来，想打就打，你们倒是光打急呢。都给我抓起来。是。哎，朱警官，你得讲理呀。朱云叔，你是不是不敢动啊？朱警官，朱警官，朱云叔，爸，没事，他跑了就跑了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他们关起来，省得麻烦，免得他们妨碍我们的公务。办案要紧，走。大哥，您这是不走了，还是回来看看？大哥，您就别走了。您这一走，弟兄们心里没着没落的。是啊，大哥，别走了，别走了。大伙都坐下吧，我有话跟大家说。坐。老三呢？我让人去叫了。通知兄弟们收拾东西，尽快下山。这里不安全了。出什么事了，大哥？这么急？独狼蛇在朱一叔手里了，就他那两个软骨头，用不了什么大刑，全都招了。朱一叔迟早会打上山来的。这已经过去几天了，朱一叔保不齐已经摸到山下了。大哥，他来就来呗，咱们还怕他不成？大哥说的对，跟朱一叔拼了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。什么时候了还逞英雄？朱一叔要抓的人是我，你们跟着趟什么浑水？再说我们打下这片基业也不容易，即便就是金盆洗手，也不能这么窝囊就散伙。老杜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带着兄弟们下山，撤到安全的地方。大哥，依着朱一叔的性子，现在可能在山下已经布满了暗哨，你们不能从前山下去，带着兄弟们从后山走，我留下来等着他。不行，大哥，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对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都不走，不走。你们还当我是大哥吗？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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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医叔，朱医叔，这些你们拿去用，用完了再还给我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这些装备啊，对付小贼还行，要是对付那些厉害的，还不知道谁抓谁呢。你们去干什么大事儿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可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之间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。你必须安全的回来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一次会有危险吗？干我们这行的，有什么危险？每天都跟死亡打交道。你放心吧，没什么大事。我回来以后，这些枪完好如初的，一支不少，全还给你。东海，哎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抓我阿爸他们，袭警也只是个借口。
我们去警所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你们要出发，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你是怕走路风声，是吧？你理解就好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我看着他们，不会让他们闹事的。这墙挺好的，人也挺好的，要都能留下来就更好了。哎呦，哎，茅厕墙，德国陆军用的，就这个墙，真不错。钱这王八蛋，真他娘是个好东西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吧。大哥，三哥屋里有个生人，我刚要敲门，听见他们说什么另立门户的事儿，我没敢进去。生人，另立门户。嗯。哎，别！大哥，二哥，是你？你就是曾老大，幸会。大哥，你们认识啊？打过一次交道，曾老大客气，留了在下一条命。老三，这个人是你带来的？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焦大哥他是我的朋友，他被仇人追杀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朋友？这种连女人都不放过的人，你要和他做朋友？大哥，我……老三，你疯了吗？大哥，兄弟我斗胆问你一句话。说。你这次回天王谷是回来作证的吗？回来怎么样？不回来又怎么样？大哥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天王谷有您，那是一只猛虎，没有您，天王谷就是一只病猫。您要是回来了，我认罚，随您处置。可您要是不回来，求大哥给兄弟留条活路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兄弟，我想走条发财的道，还望大哥成全。你这说的是什么屁话？老二，老三，从你上山以后，我自认为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也没有勉强你的地方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我今天把话挑明了说，如果你想另立门户，你说清楚，我和老杜不会为难你。可你要是想另攀高枝，跟这样的人合作，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老三，你醒醒吧，别糊涂了，少他妈废话！老子不想听你们这些破烂事儿，都给我让开！小子，你他娘算什么东西？天王谷还轮不到你撒野，信不信我废了你？二哥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咱们兄弟一场，你们两个不要逼我。老三，老二。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？老三是去已定了，让他走。大哥，让他走。咱们走，走，让开。什么东西啊，这怎么能吃呢？哎，警察兄弟，你把我们放出去，我们看到的一切肯定不会跟外人说。爸爸，你就将就一下吧，他们这儿就这种条件。吃吧吃吧，啊，就这我们还吃不上呢。哼，这还是人家朱巡官办的散伙饭，这还有肉呢，知足吧你们！散伙饭，
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散伙吗？那倒不是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快说呀，老山羊，你要是跟我说了，我给你好处。那我跟你说了，你可不能说出去。我怎么告诉别人啊？我都已经关在这儿了。我们这儿呢，是每次出那个大任务啊，朱巡官都会请大家吃顿好的。就算大伙儿提前告个别吧，就算是死了，他也得当个饱死鬼，是不是？大任务，是不是那种很危险的任务啊？那朱一树，他今天会不会遇到危险啊？这个不好说。你快说呀！你要急死我吗？齐齐格，赶快来吃饭，别的事情不要打听。老山羊，我跟你说啊，办这个散伙饭的事儿，这谁都知道，可是不能跟你说的，我还是不能跟你说。老山羊，赶快放我们出去，快！齐齐格，快！齐齐格，他要是真有事儿，你着急能有什么用啊？再说了。那朱巡官是个好人，长生天一定会保佑他的。老爷，你怎么知道朱巡官是个好人啊？他都把你关起来了。你懂什么？这看人呢，不能光用眼睛，得用心。朱巡官一身的正气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行，老爷子，你这眼睛还真毒。我跟您说啊，朱巡官就这一点让人服气，他呀也挺不容易的，这父母呢死得早，就剩下他一个人。他这人呢，一不仗势欺人，二不贪赃枉法，一门心思就是办案。这兄弟谁有点困难，他也给补贴着。这所里的经费要是不够啊，他也给垫上。兄弟们哪天嘴馋了，他也是自己掏钱给兄弟们打打牙祭，挣那点钱呢，就全都给散出去了。得，不说了，吃饭啊！你们吃饭吧。来，丫头，来吃饭吃饭。大哥，兄弟们都走了，你也走吧。老杜，你应该知道，我跟朱一书之间一定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，别人是插不了手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我活到明天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兄弟们喝酒。赵大哥，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您可不能不管我。曾石洛这个人，他说话算数，既然他发话让我走了，这天王谷我是回不去了。哎，兄弟，你放心，我怎么能不管你呢？啊，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？以后啊，咱就是自己人了。哎，等回去了，我就跟上面说，以后啊，我还指望着兄弟你给我帮忙呢。哎。多谢焦大哥，多谢啊！大哥你放心，以后我就是您的马前卒，您指哪我就打哪。好说，好说。哎啊！那信写给谁的？不知道。反正让国华拿走了，他这几天呢还请了假呢，说是看他舅舅去。就一封信，没别的？没别的。
老头，我给你报仇了。加堂这个混蛋，结交恶人，依附贪官，我杀了他，为你和众兄弟报仇了。你们安息吧。 老杜，咱们天王谷散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想想咱们众兄弟在一起的日子，我这心里头真不是滋味。来世，我们还做好兄弟。 小子，现在的身手不错嘛！啊，到底是没白跟朱一叔这么长时间啊。王八蛋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对，我出现了。你不是急着去阴曹地府吗？我专程来送你的。还有，就是你跟我以前的老账，今天也该有个了结了。 是该了结了，不过，看看是你了结我，还是我了结你？兄弟们，上！ 朱一叔，朱一叔，国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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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谁干的？是不是你？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咽气了，我不想让他暴尸荒野，所以才送他回来。你们好好安葬他吧。你给我站住！ 说过了，我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如果是我杀的，我会自己送上门来找死吗？你是在哪儿发现他的？大风镇20里外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们自己可以去看看。凶手呢？没有发现凶手吗？我到的时候，凶手已经走了。你在案发现场。
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不需要你相信。你再走一步试试。 东海，让他走。哥，他不是凶手。让他走。现在我是凶犯，让他走。 我对不住你，但是不怪我，是他们逼我干的。下辈子，下辈子我还给你，给你当牛做马。只求你别恨我，啊，荷花。 别恨我呀，国华！可惜了，刘继民刘局长恐怕永远都看不见这么动情的信了。这个送信的人，我已经把他做了。 做得干净吗？干净。如果这封信要是落在刘启民的手里，那咱们俩可就全完了。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。那东海那边呢？我来处理。我病了，他得回来照顾我。哈哈哈！杨兄弟啊，局长可说了啊。 这次的事儿要是办成了，不但有重赏，而且让你过过当巡长的瘾，让我当巡长。对啊，你们警所不是缺个巡长吗？是缺个巡长，可是我哪够资格呀？局长说你够资格，他谁敢说个不字啊？可是朱一书他待我不错，我已经害国华了，我不能再害朱一书了。你想想，你害了国华还能再回头吗？啊，有一次，还再有多一次。 可是你有完没完？啊，你媳妇孩子，还有老娘，不想要了。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枪把你吓的。不过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啊，局长这么器重你，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你去做，那说明啊，局长很器重你。啊，你不做。 自然还有别人去做，你想想，咱不能白白让这么好的事儿便宜了别人啊，是不是？啊？哎，这就对了嘛！啊，将来啊，兄弟我还指望你提拔呢！啊！报！报！报！跳！报！跳！跳！ 羊吃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小丫头，这羊怎么卖啊？啊！九令，那个通缉犯，我都要不卖，不卖，嘿，不卖正好，爷爷没打算买啊。嘿嘿，兄弟们，把羊赶走。好嘞！啊！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动我的羊，再动我娘，我抽死你，信不信？我。 小丫头啊，挺野蛮的嘛，信不信爷我一枪毙了你？哼，我告诉你，前天爷我刚好杀了一个警察，别惹我不痛快。
要不我就打死你！你滚！哥，哪儿打枪？听枪声，好像是南边。弟兄们，带着家伙，跟我走一趟。是，走，快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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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陆大哥！陆大哥！怎么了？那个刀疤脸焦亮，带人抢走了我的羊。什么？焦亮抢你的羊？啊！哪儿呢？就在前面，他们赶着羊走不快，肯定还没走远。对了，朱大哥，他说前天杀了个警察，是不是国华呀？杀了个警察？兄弟们，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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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救我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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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，来了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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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能有诈，哥，就这么让他跑了？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他要跟珍珠说他杀了个警察呢？哥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上啊！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那几个人？他杀了咱们好几个弟兄，今天就应该血债血偿！对对对，血债血偿！走！撤！撤！住手！打
县长，县长，我们失手了，焦亮跑了，老山羊失踪了。县长，账本不见了，账本不见了，那他们人赃俱在。这个刘锦明要是回到省城，向省主席一汇报，我们就全完蛋了。 没到完的时候呢，他要是回不了省城，那怎么和省主席汇报啊？县长，您什么意思啊？那刘锦民既然不给我留活路，我就没必要对他客气了。我明白了，县长的意思是，你集合全县警力。 我要再去省城的路上打他个埋伏，我要让他回不了省城。这些事儿你可是想好了，我们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人家已经断了你的后路了，你还想什么回头啊？是。 放过我一夫，这是一笔良心债，他应该自己还。杀了朱一书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
文书是我大哥，他是我仇人。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想要你的命啊？追杀我的那些人，我见过一两个，像是程局长的人。那你想不想报仇啊？啊！埋伏，隐蔽，走！他发现我们了，他们还没进保卫圈呢。不管他，打！打！我就注意出，冲！啊！快！快点！快！动作快点！快！快快快！没那么容易。
弟兄们，追！老七啊，哎，让兄弟们歇会儿吧。啊，兄弟们，大家休息会儿啊。哎，好呀，好呀，热死了。是啊，天热，天热，太热了。哎，天真热呀。晕了。哎，没口水喝。哥，这时候差不多了，咱是不是该行动了？急什么呀？啊，带着你的人跟过去，全力支援程云轩。等杀了朱一书、刘启民之后，大局已定，趁乱做掉程云轩。事成之后，你就是治安大队的大队长了。咱们兄弟的命可金贵着呢啊！我可不想拿兄弟的命给他们去当子弹。咱们等他们打差不多了，咱们再去收拾他们。好，高大哥。
老秦，让兄弟们准备，走，跟爷去报仇去。走，兄弟们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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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起来了，快快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了，走，哎，走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伤亡太大，我不敢硬闯。废物，带一批人包抄过去。是，其他人跟我来。是。师兄，快走！